人家的创作，善良的人努力帮助人，你看吧，后面真的我接不下去。每一次接受访问都问得栩栩动人，这个我查查了，还好。明知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。有在讽刺我们逼人太深，对不对？原谅他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女生。哎，其实当中讲的蛮生动的，对。哇，他很用心的写你的歌，我感觉你是有放内心在里面，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在应付我们节目吗？没有，真的对小 S 有感觉。其实对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感觉，真的。那你可不可以帮袁惟仁讲一句就好？如果要写一首歌，讲写袁惟仁一句的话，会写什么？他永远都是那么诚恳的人。别闹了，虚伪。看得出来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。对袁惟仁这句话最不适合你。我还蛮诚恳的吧？袁惟仁很诚恳，而且你的身体没有分寸。你好过分啊！你真的好过分。我要讲我们在飞机上的事情。飞机上那很温馨啊。那一点都不温馨。没有啊，我也有哎。你说，你先说。你先说好了。没有，我在飞机上碰到他，然后我一度认不出他来，然后 S 还化解了那个尴尬。你认不出 S？ 认不出。你以为那是一个路人？没有，我因为反应不过来，我没有想到会同一班机嘛。那他就很开心，很礼貌的主动跟你打招呼，很礼貌的叫我，而且我觉得她们两姐妹真的非常有礼貌。我有一次也是在飞机上碰到大 S， 她碰到她两次。她刚刚讲的是一个故事，对，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我讲重点是，重点就是她没有化妆，我真的没有认出她来。不是重点，你才是大肥猪。小姐在最后一张，你知道吗？最诚恳吗？不是，因为真的非常的应酬。我今天来康熙，小 S 还是美丽，汉永哥造型也依然帅气。我超爱看康熙，看你们聊的话题有没有？到现在为止都很像张碧晨。一天的坏心情也都变得很美丽。这首歌送给你哦，还有给你。你看人家盖佩，你写的多诚恳。因为最近可能就是要跑很多东西，然后都没有时间睡觉。他们也很忙啊。但是就是我可能就是好，我回去反省。好了，让小雨好好唱他自己的歌好不好？你终于说出口。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，为什么要低着头？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，可是这不是玩笑，只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。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要做什么？你才不离开我，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，一心想离开我。后面都很好，后面都很好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在唱歌之前有一个音效是刻意做出来的吗？什么音效？因为你在唱第一句之前你就这样。哦，这个就是吸，会吸气啊。可以不要那个的，再唱一句第一句。可以啊。你终于说出口。然后吸气的，吸气的。你终于说出口。吸气比较好啊。然后吸气的，宝贝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个甜。每两个字要吸一口气，每两个字吸一口气。我的宝贝。
看起来感觉很奇怪。他感觉是那种破坏什么歌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样听起来很恶心。是，哎，小雨的，你干脆。好，下一位，加油，放心。好，最后要欢迎戴佩妮小姐。我太过认真，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，爱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叹气声，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。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了，是要问原谅我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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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。表演气氛很强哎，对，张力很够哦。所以你从来不会紧张哦？会，其实我很紧张，因为其实不会，我觉得你立刻镇住场面呢。我都觉得我有这个天分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没有，我现在是在包，我在贬我自己。其实我不会乐器。你到底要站在还坐下？因为我觉得这一天，我觉得我坐下这样很没有礼貌，但是。可以要坐还是站？所以你是说你刚才在表演之前，你手会抖，或者是会很紧张啊？其实我还是会，我可能比他还紧张。就是我都装着，你不要，你放心，没事情。其实我自己超紧张。所以你们刚才前面在假装镇定的聊天，其实都在担心最后要演唱的那一块。我觉得我玩了到我，其实最后一个真的蛮。所以我觉得很表演起来还是让现场人觉得很厉害。好，那五位歌手的新专辑，希望他们都很成功。最后要放他们走之前，你知道张学要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。什么？我们要放人家走了啦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刚好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今日玉女红心重现美丽风华了。不凡天上去慢慢小路喜欢娃娃好可怕，祝我们快乐。难道他们怀念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飞行的翅膀，明晚10点，中天综合台康熙来了。